舍一切诸难舍，才抱起自己过程，律法内外无所令，头目虽恼息世人。奉持诸佛清净戒，乃至是名不悲伤，过人道障百家烦，恶口骂入众不成。于法内外无所令，于法内外无所令。这边的语法的话，我们打学佛，用学佛动作来表示，内外我们打之后，所以语法内外的话，我们打学佛之后，不论是有形或无形的一切，我们都愿意去给予去布施。所以走入佛门修行，学习的佛法，就要懂得力行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利益安乐一切众生。除了有形的付出，如果听闻了善法，自己受用，还能够和他人分享，互相勉励，一起身体力行利益大众，这都是真正无私付出的精神。好，我们整句再来一次。于法内外无所令，能舍一切诸难舍，才抱起自己过程，律法内